陈小兵最近的搭档是另外一位主持人，叫做什么？你跟他一起搭档主持节目的那个大人，谁啊？你这样他怎么会知道啦？你要蔡公那个蔡公，蔡公康永不会知道的啦。谁？小公小兵。才对，他知道你刚缺失了自己，然后再翻一个跟斗。什么时候自己？啊啊啊！你把他逗得好乐啊！可是你看。